泰国反他信人民军联盟曾多次举行集会活动，并宣布将打持久战。今日反他信活动再次在曼谷街头上演。10月23号，泰国反他信人民军联盟在乌鲁蓬举行大型集会抗议活动，反对他信制度和英拉政府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。10月24号，反他信人民军联盟组织示威游行，从乌鲁蓬一路行至曼谷市支柱靖国神社。东盟卫视 MGTV 记者刘新云、张大威成功泰国曼谷报道。